来哦，准备好，一、二、三，星星站着就好了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好了，你的舌头不要一直吐出来，而且啊，快点起来。下班了来跟巧克力故事馆说拜拜，拜拜，来星星说拜拜，星星，拜拜，恭喜恭喜。Thank you.
哟，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怎么不叫我？你是坏蛋哦！醒醒，你是坏蛋，对不对？坏蛋哦！你叫我。醒醒，是坏蛋。小萱萱是坏蛋，不是，妹妹才是坏蛋。我是小萱萱，心情说谢谢。
有，我们公司从这里过去也需要到啊。是啊。对，玩过去就到了。我每次要寄信就从这里，然后这样子走。好了，不要闹。红灯。星星，你有没有大便？有没有大便？星星。他都痛痛了。好，不要弄了，不要弄。啊，完了。他不走。超扯，绿灯已经这么久了。
坏坏哈。坏。星星坏坏。嗯。坏坏。坏。看，都有。星星坏坏。哎呦，这个洞。嗯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星星坏坏哦。刚刚咬你。星星坏坏。星星你坏坏对不对？星星坏坏哦。回家看不看吧。我要拿的时候不要摇来摇去，要不然你看的人会想哭。架在这里，没有，如果架着就没有声音了，所以要拿。悬崖是你手，啊！你手是想要被打是不是？你再摇啊！啊，不可以摇。你再摇，姐又打你。小伯就是丑丑的，有够丑哎！你根本就不像巫婆，你像个坏蛋，而且是超坏的。小伟，小小小伟。都把姐姐咬了那么多，咬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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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姐姐要给你打，要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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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辣啦，手放下来。刚好缺的那个后灯也是差不多缺这几颗啊，邻居啊。放下车，然后我看你可不可以走得到。我会被坏人抓走。在讲。月亮是下弦月，来，请看往上看，天安轩，抬头。我看到了。有没有下弦月？不是，是香蕉。香蕉。爸爸，你下次可不可以不要哭啊？这样妹妹会学你，这样妹妹很不敢。不可以哦。喂，不要再学了啦。下弦月，香蕉，水果，星星，水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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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香蕉，香蕉，芭乐，爸爸，你不要吵我，芭乐。芭乐，芭乐，哦，哪个啊？他以为他车是什么？还学我？哎，怎么办？就出不来。为什么他出不来？我摇到东西吗？
再一次哦，等一下。还要吗？还要吗？绿色是西瓜口味的。这个颗粒也是小颗粒。这个吗？这个。这个。不。加点。你要这个啊？那我要先看一下，不可以啊。我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喂喂，就卖村里。来让妈妈啦，拿一个最小的给他。啊，星星呢？来一小块，自己拿。星星，你要说谢谢啊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好了，好吃对不对？嗯，最喜欢吃这个。我也很喜欢。再一个就好。好，长一点。长一点。小一点。嗯。你要说什么？谢。这个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的。星星跳舞，跳舞。星星跳舞，跳舞。快点！这样啊，这种来吧，那个什么那什么，你是我的什么小苹果嘞？怎么唱？哎，行，站起来！哎，你不是会唱？你是我的小傻苹果。这个。哎呀。行。起来跳舞，来，姐姐要教你跳舞，快点，来起来。那我随便跳跳。好，赶快。随便跳。因为我不会跳小苹果的。来。小苹果。快点，小苹果。再跳，星星跳，我的心火要亮，我很迷的火，我的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
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